楚成人以贵为贵，这方八民所悦的土地，人文锦绣，商贾云翠，繁华流转。青铜璀璨，汉阳未央，从仙峡古道到三山会馆，特殊的地缘孕育了历史的繁华。文史道，从古老传说到当代书院，虎城人文心袖口，巧手裁花店，妙笔著诗篇，一曲古韵，万世文章。历史的机遇，文化的交融，令这片广阔的土地繁花似锦，生机无限。县仙阳镇北部正在施工的浦南高速途经管九村的路段上，发现了大片盗洞。听到这个消息，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研究员林凡德马上赶到管九村。那2005年1月份，我们就对这个被盗的时候开始进行发掘。我们发掘只发掘了34座土墩，在福建是首次发现的。土墩墓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式。普通的土葬大都是地下挖掘，地上封土，而土墩墓则是先在地面堆筑成高大的土堆，再在土堆上挖造墓穴。浦城县的管九村发现的墓葬就属于这种形制。在后续的考古发掘中，学者们发现管九村土墩墓葬群大部分是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从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除了精美的生活类器皿，还有剑、戈、矛等青铜兵器。这个剑呢，全称叫做西周乐师青铜剑啊，是第一次哦，所以说叫忽见第一剑。西周时期，中原已经进入了鼎盛的青铜文明，而福建有关这一时期的记载却少之又少，青铜器的出土更是极为少见。这些青铜文物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西周至春秋时期闽北一带灿烂的青铜文明，说明这个区域在当时的闽北已经具备相当发达的生产力。距离管九村大约40千米之外的另一处考古发现，展示了这一文明的延续。临江镇锦城村的上面山，20世纪50年代末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2003年，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主持对这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林凡德全程参与其中。具备这样规模的城市，让人们迅速联想到了福建历史上闻名遐迩的汉阳城。据《史记》记载，汉武帝元鼎6年（公元前111年），
东越王于善造反，越眼侯吴阳以其一七百人反，攻越军于汉阳，乃遂拒杀于善。汉阳城是被载入史记的闽中重要城池，其位置位于东越和西汉交战的前沿，是一座易守难攻的要塞城池。多年来，汉阳城在何处一直是个谜团。浦城所在地处闽浙交界，南浦西南北而贯，仙霞岭北为屏障，在地势上与汉阳城的特征非常吻合。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进一步发掘后，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陶器和各种瓦当，其中篆文刻有央阳二字的瓦当残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关注。可以搬开。结合史料的记载，浦城锦城遗址极有可能是汉阳城位置所在。平息了东越动乱之后，汉武帝诏令将东越民众迁往江淮一带，从此汉阳城消失于历史深处。东汉建安初，今天的浦城所在地至现汉兴县，此后几度易名，至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临西筑城，更名为浦城县，地名沿用至今。千帆已过，烽烟散尽，古城之上早已建起民居楼群。这片闽越故地因独特的地理位置与中原交融合流，时光流转，历史远去，留下的是浦城丰富的人文基因。大学建筑学院的副教授罗德印又一次来到浦城进行考察。在他的浙闽通途研究项目中，灌前村是他考察的最后一站。整个灌前村的商业街市以这座浮桥码头为原点，分为三村、七街、八埠头，沿街而立的是一栋栋高宅大院。浮桥两侧，二十余间古老的吊脚楼店铺依次排开。站在这座浮桥上，依稀可以窥见这座古村曾经的喧嚣与繁华。历史上的灌前村曾被誉为歌舞繁华之地，名人过画之乡。这份繁华从一条古道开始。唐朝末年，一条翻越崇山峻岭、全长一百二十余千米的道路被开辟出来，从此钱塘江和闽江流域得以沟通，物产富庶的江浙与出海便利的闽地交通无阻，这条路就是著名的仙霞古道。古道穿越的土地上，集镇云集，次第繁荣。
灌前村的鼎盛就从连接仙峡古道与闽江水运的灌前码头发展而来。南浦的码头加灌前的码头，两个码头相隔有20多公里，共同解决了水路转旱路的这个功能。这个问题在全国范围之内可能是非常特殊的。南宋后，福建泉州港的贸易地位日趋重要，中原地区的物资经浦城运至泉州，再远输海外。清代，浦城人捐资重修境内仙峡古道，这条线路成为当时江浙物资出海及闽浙沟通最重要的商道。清光绪《续修浦城县志》记载，乾嘉时期的浦城，亦当闽浙要冲，官商往来，络绎扶凑，承平日久，繁盛殷富，俗上奢华，故燕有小苏州之号。矗立于浦城县城西南的三山会馆，正是这种繁华的见证。三山会馆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907年重修，为福州吕浦同乡所建，因福州别称三山，故称之为三山会馆。浦城地接闽浙赣三省，仙峡古道带来交通便利和商贸繁荣，使得这里成为闽台地区仕宦举子往返中原和京师的主要驿站，也成为各地商旅聚散之地。为了联络乡邑，共商贸易，三山会馆便应运而生。三山会馆整个建筑组群由前坪、门楼、戏台、拜亭、大殿、钟鼓楼及前天井、二厢看楼等组成。清水砖砌的高大门楼是闽北地区常用的建筑风格，而钟鼓楼与拜亭以及山墙挂瓦的建筑风格则与福州地区的建筑极为相似。我们这个三山会馆啊，在我们全省来说现在几乎非常少了。随着明清时代这个贸易的繁华，周边这么多省市的这个文化元素啊都融合起来，汇入我们这个三山会馆的建筑之内。在浦城这个交通枢纽之地，三山会馆为宦游人、学子、商旅提供了一个漂泊途中的栖息之所，让栖身于此的异乡人在船瓦屋梁间嗅到家乡的气息，内心生出片刻的安然。三山会馆是当年闽商辉煌繁荣的见证，更是连接闽粤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血脉。自唐宋以来，仙峡古道翻山越岭，通江达海，浦城携通衢之便，官盖往来，商家扶凑，特殊的地理位置带给这片土地繁华的过往，也书写了八闽咽喉鲜明的历史走向，为今天的浦城注入了独特的文明印记与人文风尚。巾帼犹分西自忙，可知此事系天良。零星会万雕漏出，古作山城妙吉祥。这是清代文学家梁章钜对浦城剪纸的描写。浦城剪纸主要是以单色剪纸为主，经墨蜡拓样、纸捻固定、手工剪雕而成。
经唐宋长足发展，元明兴盛繁荣。到了清代，浦城剪纸艺术水平与使用均达到了鼎盛，开辟了中国民间剪纸礼品花之先河。周冬梅从10岁起就跟着剪花婆学剪纸，在浦城人的婚礼中，剪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就在民俗活动当中啊，还有一些喜庆的日子，在菜肴上面我们都会贴上剪纸，然后走亲访友的时候，赠送礼品的时候也是，在礼品上也贴上礼品花。我们把这些就是用在礼品上的和菜肴上面的花样就叫做礼品花。浦城本有剪字的风俗，寓居浦城的文人梁章钜认为剪字贴饰转瞬间就遭轮弃，有些作茧文字。为此，他倡导以吉祥花样代替吉祥之字，杂取吉祥喜事，剪作花样16饰，分赠各家。在历代文人的参与下，浦城的剪纸作品中渐渐出现了画中有字、字中有画、以字组画、图文并茂的特点。在题材、结构、意蕴方面形成了固有的艺术风格，既饱含中原文化遗风，又具有闽粤文明的印记。浦城，它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一个县份，所以就也有很多文人在参与剪纸。2014年。浦城剪纸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如今，周冬梅不断尝试着将古老的剪纸艺术与新鲜的时尚元素相结合。她与文创设计人员合作，共同开发了折伞、茶具、瓷器等一批剪纸艺术衍生品。浦城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内，一场特殊的培训正在进行。参加培训的是来自全县中小学的美术老师。剪花嫂周冬梅正在为老师们教授剪纸技艺。坚持传道授业，方能薪火相承。精雕细剪，巧夺天工，心与手的高度和谐，传承着一种古老的技艺，寄托着浦城人对生活的礼赞与祝福，也流动着文学落入日常的精巧与美好。重要的演出，作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一个月后他将在三山会馆演奏古琴名曲《风云际会》。为了达到理想的演出效果，吴彦霖到图书馆查阅古琴图谱。就是这个翻译。《风云际会》是闽派古琴的传世名曲，是清代著名音乐家祝凤阶所作。祝凤阶，字同君，浦城人，清代著名古琴家。祝凤阶19岁从兄学琴，精研古琴30余年，律度精神，指法详明，授业者常常不远千里慕名而来。
注释六首家传秘谱，尤以《风云际会》最为著名。这首古琴曲的创作与一位名人密切相关，他就是林则徐。林则徐为官期间曾经六过蒲城，期间与祝凤阶兄弟二人多有往来。蒲城因地理与交通的便利，虽处环山之中，却是福建通京大道必经之地，经济富庶，文化昌明，文人墨客不绝，名流贤达辈出。建于乾隆年间的南浦书院规模名冠八闽，曾任南浦书院山长的旅居文人梁章钜评价其为宗全闽数十州县，书院之盛必以南浦。教育的昌达令当时的蒲城科名鼎盛，林则徐往来蒲城拜访好友梁章钜，名士列座，商饮畅谈，引为盛世。祝凤阶即在此时与林则徐交游，诗情相会。林则徐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情怀深深影响着蒲城士子。相传祝凤阶在结识林则徐之后创作了这首古琴名曲《风云际会》。然而祝凤阶离世之后，其古琴传承在蒲城几近消失，风云际会也几乎不闻其声。为了恢复蒲城的古琴传承，2006年吴彦麟接到政府委托，到福州的古琴艺术传承人李宇贤门下学习古琴，以期恢复蒲城古琴一脉。风云际会这个曲子呢，它是在这个琴学入门里面出现的啊。我觉得这个曲子是属于比较深奥的那一类的曲子。为了学好这首琴曲，吴彦麟苦练多年。临近登台演奏，吴彦麟缺少的是一张合适的古琴。制作闽派古琴的木材最好选用百年以上的老木材，木材还要轻松脆滑，这样做出的古琴音色才能松透润静。一个月之后，在蒲城县的三山会馆古戏台前，吴彦麟携精心定制的古琴开始了一场古琴名曲音乐会。一曲《风云际会》，转轴拨弦中铮铮之音空旷激越。从风起云涌的清末至今，历经失传断续，在后世琴人的不懈追索中，这一脉琴声古韵终于又在蒲城大地上悠然奏起。在蒲城，提起豆腐丸，陈秀妹家的手艺无人不知。阿姨，来两碗豆腐丸。她家的豆腐丸鲜嫩滑腻，清香诱人。
地道的口味远近闻名。土城在历史上久负闽北粮仓盛名，经济的富庶也推动了饮食文化的发展。土城人对饮食颇为讲究，特色美食不胜枚举。然而远游他乡的土城人最惦记的却是这碗看似普通的豆腐丸。土城豆腐丸起初是在民间家庭制作，到了民国初年，家住深水井的陈子拱就在天灯下摆了个豆腐丸摊。由于味道鲜美，顾客盈门，生意很是红火。到了20世纪80年代，陈子拱的女儿陈秀妹女成副业，开始精心经营起这门祖传的手艺。这口井是女儿井，当时我父亲就用这口井的水做豆腐丸。豆腐丸是以豆腐和瘦猪肉为主料的一种美食。九牧镇的豆腐向来颇受土城人欢迎，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在用古法制作豆腐。从原料清洗到点卤成品有近10道工序。加之当地的山泉清澈甘冽，做出来的豆腐更是香糯可口。将豆腐放置于陶钵内捣烂成酱，然后用勺挖一小团豆腐泥，加入一小块提前腌制好的肉粒，在钵头壁上有节奏地反复摔打。等肉粒钻进豆腐丸的内核，豆腐团也被摔成橄榄形，最后再一粒一粒地放在碗中，裹上生粉投入锅内。不一会儿，豆腐丸浮上水面，散发香味儿。不着任何色彩的豆腐丸看似简单普通，但味道却令人难以割舍。其诱人的滋味主要靠汤。熬汤是一件颇费时间的工作。天色未明就要点火生灶，将铜骨等食材投入锅中，烧木柴用小火慢炖3个多小时，才能获得香醇的汤汁。一颗颗形似橄榄的豆腐丸雪白嫩滑，如明珠悬浮于汤汁之上，汤汁五味调和，再撒些绿油油的葱花，一匙一粒连汤入口，唇齿间顿时香味四溢。2012年，土城豆腐丸制作技艺被列入南平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一碗色白汤鲜的豆腐丸，包容了土城人世代传承的故园滋味，无需珍馐玉盘，家常的味道浸透着一方水土最深刻的印记，一勺一匙间令人割舍不下，回味绵长。作家陈旭著有长篇小说《梦比江郎》，从青年时起，他
就开始了对江烟的研究。在蒲城城西，一座孤山遗世独立。历史上，一位文学家在此留下闻名于世的典故，深刻影响了蒲城人的文化性格。南朝宋后废帝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南朝诗人江淹被贬吴兴县令，吴兴即今天的蒲城。江淹在蒲城写的这个诗，虽然说是根据自己的现实情怀来写，也是真实的。他这是一扫了当年他那个年代这种，靡靡之音啊，浮躁之风啊，讲究形式的这个诗韵。不久的将来，一座新的文化地标将会屹立在蒲城的碧水丹山间。如果说江淹给蒲城文化增添了一份灵动的诗意，那么西山甄氏的理学思想则为蒲城注入了文化的根脉。清明节将至，甄荣华早早来到位于莲塘镇严处村的甄德秀墓地，提前做一些清扫工作。甄荣华是甄德秀的后裔，自南宋以来，甄德秀的后人世守祖墓，洒扫敬拜，历经20多代未曾断绝。办学之风盛行，南浦书院就是清乾嘉年间福建规模最大的书院。2019年，发现最美海峡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生微视频采风活动在浦城开幕。来自两岸的40多名大学生组成了15个摄制组，3天的时间共拍摄了10几个创意短视频。在他们的作品中，仙侠古道、闽派古琴、蒲城剪纸，一帧帧蒲城特有的风景和韵味以独特的视角呈现出来。其中一部作品的作者是一名台湾女生，
他循着爷爷生前为他讲述的故乡样貌，用自己的脚步和镜头追寻着浦城的人文和历史。这部名为《道》的短片最终获得了这次活动的一等奖。诗文迭代，理学传宗脉，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依托文化工程复建，浦城多元文化的生命力必将从内到外再度激活，重铸辉煌。山岩两脉，水注三江，得自然之造化，传锦绣之文章。从商贾浮凑的交通枢纽，到文化复兴的崛起之邦，浦城人思接千古，面向未来，乐观开放，兼容并包，在碧水丹山间延续着文明的风貌，开创着繁华的新篇。浦城，从闽北粮仓到山水浦城，这是一方诗画仙境，更是一方文明沃土。Thank you.